美最新一轮贸易谈判虽然延长了一天，但并没有实现什么重大突破。双方在结构性的问题上依然分歧很大，主要还是在采购上有一些进展。结构性问题将留给更高层的谈判中讨论解决。习近平面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压力巨大，而美国也出现了一些黄灯信号，股市惨淡，不少企业相继下调获利预期，制造业指标下滑，减税效应逐渐减弱，川普想尽快达成协议的想法也是不言而喻的。但一个称不能改的绝不改，另一个绝不答应一份不满意的协议。另一方面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第四度访问中国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强势态度谈海峡议题，这几个因素对美中贸易战会有什么影响？一般认为，刘鹤在几星期内就要率领中方代表团来到华盛顿，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面对面谈判。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即将举行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与美国总统川普很可能都会出席。这些发展会为美中贸易战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一名消息人士曾说过，如果中国方面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，谈判可能会延长。现在川普政府内部有人建议先同中国达成一个部分协议，然后将谈判再延长90天或其他时限，以解决更加困难的结构性问题。这是缓兵之计还是无奈下的妥协？明镜火拍将于美国东部时间2019年1月11日星期五上午10时开始，全程直播中国研究院第77次研讨会，深入讨论美中贸易战究竟会朝乐观还是悲观的方向发展。出席的有华府美华协会会长蔡德良、美国健保服务中心资深经济学家蔡立明博士、风云天下主持人杨峰、明镜火拍华盛顿特派员刘平主持这次研讨会。中国研究院是2013年在美国联邦注册的非牟利机构，以研讨中国和世界问题为己任，并出版了多份研究报告。